哦，坐缆车了。哎、欸，那很快。哦，还有红色的，不错哎。嗯，不错哎，真的。速度好快哦！速度好快。开始透气，自然风。大家要看到这。连枝。来，嘿嘿嘿，坐缆车了，坐缆车。哇，很高，你看。哇塞，更高了。哦，那边也有呢。哇，那边是回九族的。九族的。有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搭九族的、啊？哦，而且这还比较高哎。哇，好凉哦。而且这里很高。那它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很快啊？超快的。啊，应该会吧。金矿山恐怖了。咦、欸？哇，它下去蛮快的，蛮快的，只是没有到那种感觉。救命啊！这里名就哦，这块你就把收拾了。月潭。稍微涂点冰块。哎、欸，台湾，你那个造型。台湾的形状。哎，日月潭。呼呼，好凉哦。啊，不要，你不要带我那个手指解掉了。对啊。它雾雾的。现在啊。是空的。下降的比较慢。这边是空的。什么空？对啊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在往上。一个很像篮球哎。对。我们刚刚有一个东西一直往上，但是不是篮球？是日月潭。日月潭缆车。哇塞，他掉下去，那种感觉，这边有，嗯，你自己多帅呀、啊，还没播，日月，挺帅，哇，哇，好凉哦，我们现在看彩虹，我两个台湾的，哎、欸，是没有，对啊，哇，台湾造型，那应该开好慢。就比较好买一点，比较好啊。我不喜欢。哎、欸，宝贝，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旁边都会有一个东西，那什么？球，不是球啊，不可能是。那个什么东西、啊？圆珠的。那应该是一个定位的东西。六块。它为什么会抖？高度显示吧。哎、欸，这样子，这样子说没问题。啊。这个金矿山，如果用这个来玩更刺激。呀，直接下去耶、欸，那么高，我觉得很好玩哦、啊。你就是金矿村，那怎么样？下雨恐怖吗？啊、去的恐怖，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不会啊。日月潭。小哥，有开了。我的帽子挡在那里，害我过的时候没有完全闻到。那个小哥。陈瑞，哎，陈瑞，如果在后面是空的，你敢这样吗？不敢去。你直接掉下去了。这样靠着。你这样靠着，你说后面是空的、啊？对，是空的。